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设计将麒麟困住，麒麟却因此更加狂暴，导致帕索尔星山崩地裂，天降火雨。帕索尔星岌岌可危，危急时刻，赛尔先锋小队带着火之翼赶到。赛小西冒着生命危险，将火之翼还给了麒麟，拯救了帕索尔星。第15集，海盗集约。神兽麒麟名不虚传，非常抱歉，之前多有得罪了。不是我失态了。没事没事，误会都是误会。瑞尔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在说我？瑞尔斯是我哥哥，我是他的弟弟盖亚。他们兄弟真像，我们第一次也认错了呢。伊克扎酋长，希望你能和马法里奥共同管理好将来的帕索尔星。尊敬的神兽，我们为自己的愚蠢表示由衷的歉意。给过你无尽能源。小西，你太没礼貌了。麒麟神兽，地球非常需要这块无尽能源，请你。那块无尽能源是不是又被谁给抢走、偷走了？再大的困难，我们都能追回来。如果你们感兴趣，就去趟巨石星，找到神秘的卡图冈之门，自然会找到答案。巨石星，卡图冈之门，那是……我只知道巨石星是螺旋星系内的一个星球，可这卡图冈之门……嘿嘿嘿。
神兽自有它的用意，你们按它吩咐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小希，马法里奥说的没错，麒麟神兽一定有它的用意。我们在雷霆守护局还有工作，若有需要，随时可以来找我们。明白。我们先回塞尔号汇报情况吧。再见。我们帮助了麒麟，罗杰船长一定会给我们新的勋章。我们还拯救了帕索尔西，说不定我们能得到两个。哼，没拿回无尽能源，船长说不定会把我们的勋章都扣光。不要走，我的勋章。怎么了？是海盗的飞船。一定是敌人来报仇了。海盗手上拿的是什么武器？等等，这些海盗好像有些不一样啊。恭迎吉约大将军。欢迎三位倒霉的旅客来到伟大的宇宙海盗吉约的领地。这位将军，你不认识我们？宇宙中这么多破铜烂铁，本将军可没时间一一认识。把船上的东西都抢走，这三个破烂机器人丢到太空中去。是。误会，误会，这位将军，咱们是自己人。我们是迪恩将军手下的特工小分队。迪恩的名字就把你们吓成这样，看来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对待迪恩将军的部下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？把整艘飞船都抢走，这三个家伙当场拆卸。将军，我们是迪呀！别再说迪恩的名字了。现在他和我平起平坐，可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只配为我提鞋。怎么，迪恩抢我功劳的愿望落空了，就派你们这三个可怜虫来监视我？来人，给迪恩发电报，他手下的飞船在小行星带发生事故，全员丧生，我表示深切的哀悼。我们和他拼了。好厉害，被这玩意儿给击倒可真是丢人。至于你这不识好歹的家伙，就由我亲手来处决。放心，我很熟练的。等等，我们有敌人将军的秘密任务，和你有关的任务。和我有关？任务就是。说。就是让我们把你引到前面的小行星陨石地带，然后消灭你们这群。这群什么？这群乌合之众。吉约老大，敌人只会让我们来送死，我们愿意跟着您。我为什么要接收你们这群废物呢？我们能把敌人引出来。敌人
将军，是我们，别开枪！敌人大将军，快出来吧，我们有情况汇报。集中所有火力，把那三个家伙连同飞船炸成宇宙垃圾。吉月将军，不等敌人出现了吗？哼哼，笨蛋，敌人是不会出现的。这么无聊的宇宙生活，我只是想和他们玩玩而已。遵命。果然想跑，自作聪明的家伙，给我发射！是。咱们总算逃出来了，海盗的大飞船进不了这小行星带。嗯，他们的导弹追来了。坐稳了。完了，躲不掉了。快看，是行星旋风。机会来了。老大，解决了。嗯，就这样结束了，真没劲。哎，总算逃走了。这个叫吉约的海盗不简单呢。中旅行，拥有最无敌的精灵，这些都是最高水平。就有那是下载 Lasting， 我们在飞船上穿行，拥有最强大的实力，我们是银河第一名。说白了，至少是他是第一名。我们寻找新的精灵，据说这样就能出名。啦啦啦啦啦，我们创造新的传奇。